再一次，我们上马赛克。快点，没有有没有背肌？不行，想要背肌的，看不到啊。来，有没有大肚腩走过来？应该是什么话？应该走过来。没有，你就用一个那个女生的身材放在他的。没有，我们胸前就放两颗草莓。哎呦！哦。 上你，你要用你那么壮，你看，不冷呢。啊，我懂啊，对吧？嘿，讲着那个，对不？哦，那有下面可以之类，是不是？孔锵老师的讲啊，安尼我来按，我讲安尼，我按摩，我懂啊。 杨永某嘞，你卖你卖你要穿，好啦，你安尼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平常刚刚是叫我这样子穿，对不？是不是？他刚刚是叫我这样穿嘞，你里面，你不是说叫我穿那个吗？小可爱就拼了好不好？为了收视节目拼了啊，收视率多少拼？我就这样穿，里面不穿，穿。 不要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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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穿
我有编辑啊。你是说厨师吗？美法，他跟你讲美法，你讲厨师，因为我不相信啊，所以不要讲厨师啊。我还在台北考的，我也不相信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